因为瘦身成功，杜海涛一度成为了近期的话题人物。瞧瞧他现在穿着西装的照片，是不是会让你想到那句“一白遮百丑，一胖毁所有”呢？近日在北京出席活动的杜海涛也十分大方分享瘦身经验，现在即便是在出差的途中，他也会抓紧哪怕是睡前的时间锻炼身体。但是我临睡前还是做了100个俯卧撑，100个仰卧起，因为我很开心的是真的很多人说海涛都瘦了，那我要有运动起来，我说那就对了。